你好，你好，有一首歌呢，讲撒玛利亚人的故事，在路边有那个受伤的兄弟，很多人行过，很多宗教人士行过，但是不停的继续 去教堂，只有一个撒玛利亚人是那个受伤者的敌人，他一个怜悯的心停在这里帮他。耶稣说，这个虽然是一个撒玛利亚人，但是这个是我的门徒，同是天涯。留意一句说话，他说同理心令你我更接近，同理心令你我更接近。行远山，一个旅客上路途，无奈有劫匪落困难途，半死半活，渡得白日全路，唯有花心里面困惱，然后有个沧桑客也是得上路途。信仰不是一个思想，不是一个理性的道理，不是一个习惯，不是一个祷文。信仰呢，是一个行动，是我们的日常生活的行动，能够表达出我们对人、对天主的态度，是信仰在社会中实践。信仰不是在课室中学习，信仰要实践在每日的生活里面。怜悯去经历的足印，能同歌与你清空那苦困，是偶遇就当散心于黑暗，你哭泣喊出一句振奋。